论 TF 家族哪代最猛，我只服三代。论三代里谁最猛，我只服于雨涵。从最初的不自信小男孩，到成为三代首个百万舞台直拍拥有者。大家好，我叫于雨涵，今年12岁。我在他们三个当中，老师说最好的，然后我就非常的自信。但是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实现弯道超车的小鱼儿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个人魅力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他的长相。小鱼儿上庭偏短，中庭长。我们都知道中庭长会显得成熟，再加上他的眉眼极具魅惑，眉眼间距很近，内眼角尖锐，颧骨微微外扩，面部线条非常清晰，脸型属于窄长脸，棱角分明，上唇是标准的 M 型，唇线清晰，人中身。这些干净利落的面部线条特征成就了他既秀气又魅惑的独特个人魅力特色。来来来，都给我好好品一品他的眼。冷白皮配上大长腿，气质时而清冷时而温柔，颜值媚而不腻，秀且硬朗，舞台的表现力也是十足。佳妮在翻他的视频照片的时候，真的是被他给惊喜到了。这孩子浑身都散发着魅力，真的是太 A 了。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他刻苦的努力，希望小鱼儿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发光发热。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